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来做一个爱马仕开箱视频。最近呢，我正在准备搬家，家里呢也是乱的要死，所以就随便找了个角落来录这个开箱视频。昨天呢，去了一次邦德街上的爱马仕，然后呢，买到了一个 Lindy 26，我们一起来开箱看看是什么颜色。我跟你说，你打开过，然后重新给它往上。对啊，就是这个颜色。因为爱马仕它店里的灯是有点偏黄的，在这个包上啊，就是感觉这个颜色有点老气。但是我仔细看看，我发现这个颜色还蛮特别的。到自然光下会发现它的这个紫色啊，其实是有点偏粉色在里面的。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，它就有点微微偏粉色，所以呢，它更加是一种粉紫色。那么爱马仕官方的这个色号叫做 Anemone P9， 有很多宝宝叫它海葵紫。这个皮呢，它叫做 Evercolor， 是介于 Togo 和 Swift 中间的一种皮质，比 Swift 要硬很多，比 Togo 呢会软一些，而且总体呢它会比较轻一些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容量，容量还蛮大的，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很好的 everyday bag。 因为我有两个手机，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钱包，然后我还要装我的手机充电器、洗手液、像那个粉饼、口红这些，还有墨镜、有的时候还要装把伞，因为英国的天气是阴晴不定的，前一秒需要戴墨镜，后一秒可能就要撑伞了。大家来试背一下这个 Lindy 26海葵紫色在我身上是什么感觉。这个邦呢，在英国的价格是5780镑。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